要做我的气球鞋。前几集我们利用气球做了很多反作用力的实验。电磁实验的原理其实也是一样的。三轨电车可以出发了吗？可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好快！这次加了线，让气球沿着线行走。哇，好了，先给你们一下。好，这是双面胶带。我们上面还有一堆粘过的胶带。1、2、3，双面胶带在上面，把它粘住。1、2、3，好，我们的单轨电车准备发车咯。1、2、3，叮叮叮，出发。气球在下面，电车在上面哦，预备，好，这样可以出发。孩子们把这个实验想象成单轨电车，用拉紧的线当作电车轨道。可以了吗？好，出发。空气快速的从气球吹口排出，产生的推进力使气球顺着我们设定好的轨道行走，就像一辆气球火车。全部人都睡着了，是不是？起来！对啊，这什么情形？起来了吧？好，这样也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Ready, go! 哦，好快。好，预备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出发！结束了。